我是蔡旭志，身为第四代的茶农，我从小就在茶园里面长大。我们的茶园是以友善的一个耕种的一个理念来执行，我们不喷农药，然后朝着有机的耕种方式。刚接手的时候，说也是被老人家骂到一个不行，他会觉得说你这个农夫为什么那么偷懒？第一不来除草，第二不来喷农药，第三不来施肥。我这样子一片茶园会被你搞得乱七八糟。可是依我们在实施友善农园或者说有机的一个耕种，其实一个中心的一个思想就是说，我们的茶园是有管理的，草生栽培也是需要去管理的。我今天的土地你有长草，你草长得出来代表这个土地是活的，土说真的连草都长不出来了，这个土怎么会有活力而能提供营养给我们喝呢？我们希望呈现的就是100多年前阿公就是这样子种的茶叶，我们就是希望传承这样子的一个理念跟一个文化的一个传承。科技发展到现在，我们应该可以融入一些科技化的一个运用。我们可以借由微气象站的一个气象的一个数据的一个收集，包括日光、温度、水分、露点，然后风向等等。当我这一片茶园可以有一个 SOP 去复制的话，包括新进的茶农也可以马上入手来讲，它就可以减少掉很多的一个摸索期。先创通路，再创农路。感谢就是新北市农业局，包括奥丁丁这样子的一个大平台的一个帮忙，我们才能去有别的销售的一个管道。今天我们跨入到友善跟有机的认同以后，我们要的是什么？其实我们要的是追求一个食物的一个真诚的味道。其实茶叶就是一种食物，它喝到的是一个大地的一个风味。大家其实希望的还是能喝到我们的一个连结，我们的一个坚持，对茶叶的一个坚持，对这片土地的一个坚持。